尾场呢只马赢过，三四七九赢过，四号马叫嘉应正应，三四七九。咁然后咧就十二号入个 Q， 系咁噶咯。其他啲好多初跑嚟地，一号、二号、五号、十一号系初跑嚟地嘅，呢一号标之智能。上次成绩好嘅二八十一十二，二八十一十二。我谂只十二号好多人买啦，即系又入个 Q， 上次成绩又好咁样。而家见到呢只二号嘅叫紧张大师，一号、二号、三号都系攞一班嚟跑嘅，高分啲嘅，但系又重磅啲，一百三十几磅嘅二号仔。二号仔咧就系十二档，俾咗加里跑外档。加里跑嗰只潘顿嗰只咩？唔记得晒啲马名，灰马嗰只咧，十号仔跑到好差啫。何泽要代替呢个潘顿就跑到 win 咗出嚟添，又。五号胜不骄，五号胜不骄咧就上次十一前次第一，即系上次唔好前次好，又系咁样唞下咁先啦。五号仔，五号仔初跑泥地，上次潘顿大热门跑第十一名，哇真系啊，胜不骄啊真。因为咧胜不骄系十一一二咁啊嘛，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然后突然间跑个十一大热门，一毫子位置都冇。六号星耀王者巴杜，巴杜上次系骑佢星耀王者就跑第十嘅，再前次咧星耀王者就巴杜就跑第一嘅，即系五倍就跑第一，十二倍就冇影嘅。呢啲要有信心落飞啦，咁佢就去六号。星耀王者排个四档都几好啊，本来啊七号仔圣意龙赢个本路程，何泽尧上次十倍跑第六，而家咧就系几多倍啊？八倍隔晚临场五倍，圣意龙第三次赛绩最叻第四，之前就梗系一一一咁啦，圣意龙啊！好劲啊！真系七号仔圣意龙，即系赢咗三场之后就软咗啦，输得。身材都系普通嘅，七号仔以短途马嚟讲。隔晚大热系三，钟奕丽话唔知点解咧。时时满意第三，即系时时满意得三倍。八号和气生财黎海荣跑三次未上个名，所以三十一倍。九号灰马旋风飞影，上次第四前次第六赢过本路程啊，九号仔上次边线马跑第四。骑师系边个？波件事，估唔到个波件事，估佢得佢又唔得噶，估佢唔得佢又得噶。哇！电源之区一档苏兆辉，出到闸就好啦，出唔到闸就冇计。电源之区本路程系跑过一次未上个名，电源之区咧就八六三五二六，上次第八，前次第六。十号，而家十一、十二嗰啲上次成绩好啊，十一又六倍，上次三十一倍，布文赢咗添，超霸胜，三十一倍喎，而家初跑泥地，俾蔡明兆跑升一班嚟跑，都几好啊，真系。
144三次赛即是144。上次不知道老细知唔中唔中到呢，超霸性。超霸性31倍真的。十二号顺势而飞，八档田泰安，本路程跑过一次，入一次 Q， 即是上次梁家俊跑第二，泥地千二。泥地入过 Q， 十二号入过 Q， 好了，看完了。Michael 要7号11号圣二龙的要我要3号12号时时满意买这个中翼礼8倍3号12号3号赢过是紧迹不是几好7跑第七，上次29倍喎，而家单位数字三号，谂极都唔明。上次潘明辉29倍跑得唔系几好啫，今次热咗咁多，要3号12号，睇下12号点跑啊！12号，12号咧，上次梁家俊跑第二嘅10倍泥地。而家俾咗呢个田泰安跑，应该唔错嘅，应该。而家睇到呢只四号嘉应精英，梁家俊而家走咗去跑只四号。何泽尧就跑只圣二龙，圣二龙好多人关注嘅664，圣二龙就赢过本路程4次。即是7号9号呢就是全锋飞影灰马9号是14倍紧张大师呢上次入了位置的沙田千二草地现在去初跑泥地走嚟呢度跑不知得唔得呢可能突然间好好都唔定嘅话，唔知嘅。十二号顺势而飞呢只马，上将入咗 Q 嘅，而家换咗俾呢个田泰安嘅。咁啊，加上呢个马房又连中咗两个 win 啦，已经。二号紧张大师黑三六交叉，近况几好嘅呢只马。即系冇咁汗湿，冇咁多，好紧张啊！只马真系紧张啊！只马入闸要铺块布先识入嘅啫，细细块布冚住佢，惯咗佢。加你十二号仲系红格，冇一只挑战佢。走两步啊！几多胜呢只圣二龙啊？呢只叫顺势而飞。1.8 位置田泰安上次是梁家俊的现在梁家俊就骑了一只4号11倍一11号仔就有飞的超霸性这条马很紧凑的只有两只马很冷的就是5号8号其他的都是很接近的真的10倍边缘这样20倍都冇，而家就系9号、12号有红绿灯。9号呢只叫做旋风飞影，同埋12号嘅顺势而飞。我要3号、12号，即系我要中翼礼，8倍。都入咗闸噶啦，标志智能啦、圣不骄啦、嘉应精英和气生财啲高班马入闸都好顺利嘅。星耀王者他都穿了六格仔了巴度今天其实都算不错的都想破下泥地的满局
全部马匹准备投塘八场赛事二班千二米嘅泥地短途赛大热，暂时显示十二准备。好，你一起步嘅时候，前面快十时时满意应声弹出啊！咁啊，见到中间咧有嘉应精英啦，外边位置追上嚟噶嘛，仲有紧张大师中间顺势而飞啊！马林中间蓝帽嗰匹咧走咗上嚟，标志智能外边咧仲有和气生财啊！内栏大约跟住个第七位到啦，就星耀王者啦。马林中间红衫红帽红眼罩超霸性出边啊，呢只咧咁啊胜不骄啊！星依龙响尾三啊，尾二就电源之区啦，暂时电流咧系灰马一只旋风飞影嚟噶，转紧弯中间啦。时时满意啊，占先咗少少啦。咁啊，见到中间位置走咗上去就和气生财啊。第三位嘉应精英内栏第四标志智能啊，中间第五位咁啊有呢只顺势而飞啊，攞出去外边嘅马咧有胜不骄紧张大师啊，红眼罩马林后边仲有超霸性啊，等入边咧就星耀王者嗰啲马。好啦，最后直路前面时时满意接嚟咗一个新位噶啦，见到中间顺势而飞就开始上嚟噶啦。咁啊，再喺入边有嘉应精英啦，出边超霸性亦都追紧啦，后多层啊嘛，仲有圣依龙啊，最后百零米啦。顺势而飞抛嚟一个新米，超霸性好犀利，呢叫步追紧上嚟，后边咁啊仲有圣意龙啊，接近终点啦，顺势而飞，似乎就啱啱到先啊，超霸性都追上嚟跑第二、第三名嘅马标之智能入边，出边咧就系嗰只圣意龙啊，咁啊大家都为争嗰个特别奖金噶啦，咁啊结果咁啊呢个分数八十分上嚟二班跑啊，顺势而飞似乎啱啱到先啊，超霸性就跑第二、第三名嘅马咧近啊。外边标志智能出闸系咪唔系好快呢？外边圣意龙要影相。罗夫传赢三场，哦，罗夫传连赢三场，真系啊！只中翼礼都跑得好勇敢噶啦，唔够人跑咁，但系冇所谓啊嘛，佢都有努力去争取好嘅名次啊嘛 ，OK 噶，我即系输咗都 OK 噶，真系。十二号赢咗，我要三号、十二号啊嘛，三号跑得好好嘅临尾唔够咋，又抢位啊，又埋栏啊，又带头咁啊，即系所有呢啲嘢都喺晒度啊！第三档啊，诶，几好啊！出闸醒神先得噶，钟奕礼咁后边只梁家俊跟住佢啦，呢两只马从来唔放过佢啊，咬住佢啊，真系。从来弹唔甩一个马位，好耐先弹得出。嗰只紧张大师都几好前速、啊，咁啊只赢得嘅叫做咩顺势而飞啊，田泰安嗰只咧，而家喺第四位、第五位咁样，系咁啦。呢只马一间出嚟都赢好多嘅。十一号喺边啊？十一号红色衫喺呢度，红帽红色衫呢就有 Q 嘅。突围而出嘅一间，好啦，而家嚟到呢度，顺势而飞，田泰安喺前面，系咁过啊，真系好醒啊，跑沙地真系一流啊，真系。跟住啊，呢个十一号蔡明少，下后劲又细啊，真系啊，唔错啊，呢个十一号就系呢只叫做超霸性。第三名是什么？一号仔标志智能，标志智能是冷门马来的，是啊，11、12，好，跑完了193元 Q， 12号赢了出来，4倍。